其实你叫我 PS 我是 P 得到，只是说肩膀那边可能就会比较卡，毕竟这个它是没有纽扣的啊，它的款式就这样子 P 上去的话，那么呢像我你看啊，我穿的是 M size， 我今天是到上围98，对不对？ OK， 我穿上去就是说你不觉得它是很大件，也只是说肩膀那边就比较适合我，所以说这一件款式就是说平时跟你平时的 size S 你就带着 S，M 就带着 M， 这样子穿起来会比较舒服哈。不管是嘛 M 啊，我是披着 M 穿，所以说只要卡码，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拿小拿大是可以的。如果你是卡码的，毕竟它是属于一个有弹力的西装面料，除非你的肩膀是非常宽的，那么你就选择大，不要选择小哈。如果你是卡码，然后所以说只是这样子披上去啊，它是没有纽扣的，然后腰没有问题啊。OK， 我们只是说有提供了上围的尺寸哈。可能你可以自己可以加个扣子，对的。如果你要扣的话，你可以自己这边加一个那种钩的那种扣子是可以的，自己可以加一个扣子。这个它本身是没有扣子的哈，它的款式就这样子拼上去的哈。PPB 42价钱是99啊 ，minimum selling price 99，应该是有厂家规定的。Overall 整体啊，其实刚才我摆设我是穿着 M 嘛，可是你感觉不到我是穿着 M。其实整体它穿起来，如果你穿的比较服帖，就是穿你自己的尺码，整体看起来它就比较有曲线感 ，OK？ 如果你穿大一码，它就有类似有点像 oversize 这种款式。先看它的款式先啊，前面啊整件是 full inner lining， include 袖子也是 full inner lining， OK？ 后面呢，后面是中间这样的破线，袖子一样是有破线的，整体穿起来啊。它服帖的来，它不会给你感觉到勒勒 ，OK？ 像刚才讲的，它是没有纽扣的、啊，前面是没有纽扣，它就衣领这样子烫了起来 ，OK？ 没有纽扣，然后袖子这一边呢、啊，它这边它是有桌折的、啊，你看为什么它不是皱皱啊？就感觉上整体穿起来，就像我们每次喜欢穿 jacket 的时候这样子拉起来，就是那个效果、啊，它已经车了那个效果在那边呢、啊。这一边，你看我这件啊，白色啊，它是这样子皱皱的啊。因为它这边是车了款式的，看到吗？不是瑕疵来的啊，这些不是瑕疵啊，不能够说哎买了这边车错了吗？不是啊，它的款式整体它穿起来，它就是属于一个啊六到七分袖这样子 ，OK， 六到七分就是它不是它不能够拉平的，它就刻意就好像我们每次穿的时候把袖子这样子拉起来的那一个效果 ，OK， 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上个星期我们有很多顾客买不到黑色的，带走这个款式的。黑色 M 买不到啊，感谢啊，我这次黑色 M 也不多，很少而已，五件啊，我的黑色 M 也是啊 ，sorry， 黑色 M 只有六件而已，白色 M 更少，应该是讲这个款式黑色 M 是算最多的了，白色只有三件 M， 粉色如果你们要比较女人味的粉色 M 只有10件 ，S 只有一件啊。然后黑色 S 三件，白色没有 S， 就这样子啊，没有的补货了了哈。所以说，确保拿到的话，直播下单，尤其是白色这个款式，白跟粉会比较少哈。强推强推。对，所以找这外套的不要错过啊 ！PVB 42下单打 code color size 啊 ，PVB 42打你要的颜色，打你要的 size。主播是穿着 S， 助理是穿 M 哈。刚才我穿 Daily Blue 的时候，我是配上这个版。不要啊 ，Rachel 记得白色没有 S 啊，谁要 S 的话，只有黑跟粉。黑跟粉有 S 而已哈，来主播现在穿着 M size 是穿着 M size， 我一样是穿着 M 啊。来整体你看助理穿，它就会比较有曲线，然后我穿的时候就微微有一点像 oversize 这样子。对，所以我讲，如果这一件外套你想穿的比较有曲线，跟回你平常的尺码，是的，只要穿起来比较帅气，比较 oversize， 你直接拿上 M 就好了。你看我穿，对，就是说，主播现在白色是套着 M size， 刚才粉色是 S 啊，粉色是 S 啊，所以说，也算，那么这件我就觉得卡的拿大就不要拿小了，你拿大的话，你就有种稍微一点 oversize 是 OK。所以说卡码这件强推拿大不要拿小哈、啊、白色的外套也比较少，给我的话我不介意带走这一件的 M size、啊、白色 OK， 因为你看穿起来它跟刚才我穿 S 它的效果是不还是会有在那边，只是说穿 S 的时候腰间的曲线会看到比较明显，整体穿 M 的话它 oversize 来它还是会有曲线，它跟我们以往的 oversize 那个效果不一样，它有修腰哈、啊、这一个然后这个面料它是棉紧的面料，可是它是 trick up 比较高，所以它整体穿起来很舒服 OK， 整件都是有 lining 啊，袖子 include 也是有 lining OK， 要白色其实比较少有白色这样子的颜色，所以要到强推、啊、就是说 S 有黑跟粉，粉色 S 也是一件哈、啊、所以说要的话动作快，白色最少从 M 码开始哈，所以这些都是厂家的爆款来的 OK， 所以我们要拿的时候已经拿不到那一个尺码了 OK， 对，所以说下单 code color size 一起打、哦、这个是有 size 的、哦、来现在换了黑
色 S 看到吗？它一样，它就穿起来比刚才穿白色的时候，它就会更有曲线。像他讲的，它没有扣子的，前面是没有扣的。如果你要看，你要的话自己加。对了，那种就是钩针。钩针的那些你可以自己加。OK， 三个色 PVD 四十二，价钱是九十九 ，minimum 3.99，一样是厂家不一定的。上一期很多顾客买不到我们黑色 M 三的，强力推荐你带走这一个款式，来自同一个厂家，只是面料不一样，整体穿起来。它钉也不一样。对了，它钉也不一样，整体穿起来它效果是有在那边，是属于那种比较有曲线感的那种外套。OK， 三个色，黑色、白色。再来就是粉色，想要比较特别、比较 ladies 的颜色，带走粉色的吧。OK， 白比较少有，黑色就属于这种外套的全新的款式啊。这个款式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哈，可以完全没有过的款式来的。Johnny 点的是黑色 M 流。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袖子这个盘啊，像来讲呢，不是瑕疵车错啊 ，OK， 不是啊，是它的款式，它就刻意这样子车，然后整体穿起来就很像你把袖子这样子拉起来这样子 ，OK。三个是 PVB 四十二，价钱是99。这一期谁要找外套这种比较 formal 的，就只有这个款式 ，OK。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新年款来咯。陆陆续续我们都会有很多这样子新年的款式，可能每一期直播都会有一到两个款 ，OK。来下一个款，连身裙 ，OK， 新年款式的连身裙啊。我穿也不一定说新年啦，可能接下来有些 event 啊，有一些宴会你出席需要到的话，你可以买哈这个款式，因为它是有马纽的款式哈。NDY 七十七，价钱是82，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去到 XXL， 三个色啊 ，Red、Coral、Peach， 还有就是 Purple， OK， 都是属于比较喜庆的颜色啊。我身上的红色 ，Coral Peach， OK， 桃粉色 ，OK， 桃粉色，再来就是紫色。